要我们后续在可以提升，因为环境的关系或者任何因素可以提升发电量的话，电业执照的装置容量随时可以。好好啊。对，这个部分就是内部知道就好了，对对对，那个就是已经应该不会有去看那个，不会的，对。而且再生能源本来就是，对，我发多少它就卖多少，对，装置容量是一个形式，是，我发多少它就卖。啊，这个没问题，先跟新提大家人，再生能源可以换来回路网吗？我那个承办人直接打给我，可以，他们没有，没有影响到，所以大的部分怎么说呢？